2021年即将到来，在2020最后一个夜晚，新天堂乐园将带你一起来迎接2021，抛开过去的一切，迎向全新的开始。而东台湾最大的电音派对，满足你的视觉视听，新天堂乐园邀你一起来难忘的 party 派对活动。台开新天堂乐园2020跨年夜二度与全世界排名的台北知名夜店携手策划精彩活动。当日节目内容由知名 DJ 林嘉玲抢强、加拿大格斗天王网红 DJ Nick Brace 谈台湾原名趴班底噼啦啦，用最炸的电子节奏以及最华丽炫目投射光束，嗨翻整个新天堂乐园，让音乐以及灯光穿透你身上的每一寸肌肤，疯狂迎接全新的2021新年。去年呢，在新天堂乐园办了蹦极东的 Super Party 之后呢，非常受到观众朋友们好评。那今年呢，我们仍然跟 AI 的 Nightclub 的团队合作，今年呢比去年更大的盛大的阵容哦，希望能够响应我们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，不管是你知名的 DJ 也好，猛男或者是舞群，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精彩的。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呢早鸟票750元，一般票是900元，那即将售罄哦，而且呢我们的包厢已经售完了，所以呢希望还没有买票的朋友们赶快把握机会，去年是爆棚的状态，今年相信也可以带给大家非常欢乐的夜晚。2021 Super Party 想参加朋友不要犹豫，快把握机会。今年特别推出沙发 VIP 包厢三种等级，12000元、8000元、6000元，包厢售完为止，邀请你的三五好友一起嗨到爆炸，用不一样的疯狂来写下难得回忆。详细活动以及购票讯息，请搜寻新天堂乐园 FB 粉丝专页以及新天堂乐园官方网站。记者林杰杰，台北。